しを叩き込め。始まってしまった物語に流してきた悲しみに今終わりを告げるため命を懸けたクルセイダー。宿命のラストページにその怒りを叩き込め。その地の記憶。
不是测试服，不是韩服，是测试服，还有中文啊。
Hey!
Bye.
哪个比较痛哦？这一艘是新的护卫舰，所以有三个炮，应该还是脚冲比较痛啊，只是你可以两个做搭配啊。就是脚冲，它不是停下来可以转弯吗？你换个角度，然后射出去一样打得到，打得到还怪、啊，所以 OK 的，干，用力了。最近的是哪里？小冲是段数高啦啊，那个新船的话，这一艘是护卫舰，它是三门炮，所以会打三次啦，应该是这样算，我不知道。看我航海等级又没很高，你这样问我也不准了。干命老师嘞，真的飞来这里了。我觉得不用玩了。看他船飞到这里来啊，对，人飞到这里来啊。但这个船修的费用真的他妈高哎、欸，贵爆了。哇塞，马上给我卡吧。干，船怎么动不了啊？在跟我开玩笑吗？你确定是船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啊？哎，等一下，这是 bug 对吧？对啊，没卡住啊，感觉不是我的问题啊。我的天哪，他居然卡住了。哦，他不让我动。不是啊，他不让我离开这个港啊，干。唉，我觉得是错位问题。Some men are pigs, some girls are the same. Why would their lies stop tonight? Remember to put on silencer, exactly like our mother's words. We forget about spilled wine, but the stain will not be gone, though the violence is familiar.Touch of their fingers, bitter and sweet. The flavors are not yours to seize. Stay, Lillian.
What?不是，怎么看都不是我的问题啊。我真的觉得这也很有问题。放一栋道具 ，Why？有需要测那个伤害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关台了。就想看伤害的话再说啦。如果要看伤害，我可以现在测，然后没有的话，我要关台了。其实那个炮的也是要抓距离，可是我不太会抓，干，我还在等这边重建呢。欸，这个水花特效有点大啊。有人跑来播我没听过的歌，感好，那就测一下吧，随便去找只海怪啊。那个小海怪已经不会在大，不止在大洋里面那样子，一般海域也会有。等一下，显示错误了。然后左炮不能开。哦，这个特效太可怕了吧！离大洋还有多远？多远啊？
海怪，小海怪有掉这个啦，有啦，他有改。小海怪只掉这个东西而已，可是我也看不懂他三小。然后制作笔记也全都是乱码，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就只能等政府吧。就是小的会掉啦啊，搞不好是加热会变大只掉的东西啦。这里怎么都没有怪物？你看，原本有这么多岛的吗？哦，原本就有吧。我觉得还怪嘞。不对吧？我以前挂钓鱼，这边应该都有海怪的啊，这样没了。但这个耐力也消耗得太快了吧，太扯了吧，我觉得它消耗得真的很快、欸、太久了，动力这他妈这到底能不能冲啊，能用可是好像没有，好像不能干，
但早知海怪怎么这么困难呢、啊？会不会找到海怪打完他，我们都没动力回家了？干！接近大洋了，太棒了！哎、欸、干，等一下，我懂了啦，逆风所以才跑得这么慢呐、啊。哦啊、那个洋流系统真的很智障哎、欸，那逆风跑有够慢的，然后想找个台风都很困难。哇，现在没有台风了，干。刚刚要有一个，然后要去找，然后他再不见了，更。原来是海怪吗？海怪嘞！不是，是不是海怪？不是，好像不是海怪。你那不是海怪干？哎、欸，不是啊，找不到海怪，感觉已经不是我的问题，现在是没有海怪的问题啊。那不行，这个逆风。哦，那是海怪吗？哦，顺风快多了。那是不是海怪？不是，又不是啊。哎，整个玛格利亚的海怪是全都不见了，是不是？还是被撞光了？我真的觉得我找不到海怪啊，不好意思。是可以换只角色，但是就会变成我们是拿那个拿帆船在撞，不是拿护卫舰。护卫舰有三颗炮，应该会比较多人想要啦。可是到海怪啊，干海怪嘞！但你长得很像海怪啊！啊，他是他是他，他是耶、yeah ，太棒了。我看哦，他在哪里？大哥，你也跑太快了吧？哎、欸，没有姿势啊，靠背哦。那个追踪者不是就有姿势吗？
干，这次没知识哎，这叫靠北的。前面有只小的。哦，这个有知识，太棒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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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只小的有知识。看这他妈有装跟没装是一样的好吗？啊，没打到。这下靠北了，没打到。然后大只的还在乱，天哪！小只的，等他游远一点，我看能不能开炮打他。哦呦，可以，可以。哎干！比那个脚冲痛哎！哎真的呢，比脚冲痛哎！哎！哎哎，好痛哦！好痛哦！我天哪，比脚冲痛哎，太棒了！他单发就比脚冲还要痛了、欸，他是单发就比脚冲痛哎、欸，可是就是要抓距离的、啊。而且他是整艘船做 CD 的，所以你不能左边开完开右边的。哎，怎么又是你的大哥？好，结论开炮吧，各位。不是啊，我没动力啦，要被拆船了。欸，他是真的比脚冲痛欸，他单发就跟脚冲全吃一样的伤害，然后护卫舰可以打三发，欸，这样你懂的。可是能吃到的也就两发的体积吧。欸，不对不对，可以呢，全吃呢。可以全吃呢，他伤害好高哦！谢谢大家，新的打海怪神器一干。对啊，要抓距离，这个只要你会抓距离，那就是打爆海怪。可是要没动力了干，我顶多把这只小的干掉之后，捡他的东西而已。可是这样子捡不到大的、啊，因为大的我看不到啊。哎，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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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怎么这么难？只是他那个炮弹冷却时间有点长而已，而且他是有数量限制的那个炮弹。重点就是它不能蓄力的、啊，所以它就是单纯的射击，它没有蓄力增加距离。哥，你到底能不能回啊？啊，结论，新船的炮大于脚冲，好不好？哎、欸，我觉得炮打完，我们还杀不死他哎、欸。算了，放弃。我放弃。好难打哦。我遇到一个女生，感觉很优秀，家境保守，身材超优美，但我。
我决定拿我的余生来加热那个海龟掉落物。可以呢，这可以加热呢。它是四门还是三炮啊？哦，四发哎、欸，所以听护卫是好吧？没有，我没有护卫舰，所以我不知道护卫舰几炮，但四发哦。打不完呢、啊欸。可是他为什么炮只有四发？不是，他只有100发哎、欸，这样够用吗？感觉连一只小都打不赢啊。根源也没用啊！虽然我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用，但是在船上加个炮轰。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给我们这是做什么用的。到底要不要杀我啊？干大哥，打里点好吗？打里点，不好意思，不可以其他吗？干打里点啊！我要回陆地上，大哥。人家打人不痛，然后那个耐力很有问题，我觉得那条船的耐力很有问题，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穿装备吧。干，靠，大哥，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的装备这么……
啊，另外一艘长怎样？看它的动力也是少的。找你买吗？对，不是你。阿普，好，不是你。但新船装找谁买啊？那个炮总不会是看那个吧？哦，等一下，这里很危险呢、欸。这里很危险呢、欸，外面一群开红的人那边等我们，这还一群有病的家伙。啊，幸好我，幸好我暂时等而已。啊，是有差你、哦，好可怜。好了，我不玩了，反正就是新船的炮比那个新的船的那个炮不能调角度，可是伤害比角冲还要高了，所以对。哎、欸，这是帆船吗？帆船是两门炮、欸。哎、欸，等一下。可是为什么一发还是四？还是四？哎、欸，好奇怪了。为什么他不会扣啊 ？Why？ 我不懂，他居然没有扣哎、欸，他居然没有扣炮弹数哎，天哪！好了，我累了。等台服开放，我看一堆人又要开始抢着坐这艘船了。可是好像是海上贸易的材料吧？海上贸易才拿到材料，所以。睡觉睡觉。